意思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吃完两碗。吃完了，又把它可定掉了。他们吃完自己的，然后再抢我的，多夸张！几分饱？零分饱，零分饱。怎么办呢、啊？老板的酱没了。吃八个小时了，怎么还这么会吃啊？周日晚上7点，请锁定26频道，未来综合台大胃王。